Li Hengdi is the owner of an investment company and a deputy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's Congress. 为什么要选这些代表出来？他们代表的是谁？这些代表应该去做哪些事情，为老百姓去服务？ Today, he's attending a budget meeting conven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Financial Bureau. 我挑毛病不是为了挑毛病，而是为了把问题解决。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国家的人大制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。当代表呢，我是觉得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现。你发挥更多你自己的参政议政的想法，把你自己的能力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发挥优势，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关注的。 A Beijing-bas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has requested additional funding from the Municipal Financial Bureau in 2024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talents. 社会的需求，这个青年人才的需求，包括青年人才工作单位的需求，其实是在不停地在反馈到我们这儿。从前几年名额的增加，到现在觉得，哎呀，经费也该涨一涨了，也该增加一点了，也是在应大家一个需求。我们使用的是一般公共财政资金，那么对于社会的价值贡献体现在哪？我们的资金是一个资助性质的资金。那么资助性质的资金一定要有严格的资助方案。本身这个事儿的必要性是非常强的，但是青年人才发展的必要性不等同于咱们这个项目的必要性，这是两个不同维度的事儿。文章里提到的学术交流平台呀、科学研究平台呀、国际合作平台，但是我看不到这些内容和咱们项目本身的这个支出的关联性。到下一步，你们要围绕着怎么增的这些人，然后增的这个标准的依据，给我们进行一个完善，这样让我们能够有据可依。Through their active discussions, the experts and deputies ensured that democratic supervision played its proper role. 评估过程中你也能看到是不介绍专家的这个就是个人信息跟背景的，它是一种保密需求的，本身其实目的就是让项目实施方跟评估这个专家是隔离的，保证它独立性和这个公正性的，该砍的砍，然后该这个减的减。我觉得这种高效也好，专业也好，和这种独立性，我觉得体现的是非常这个淋漓尽致的。